一起。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？为什么那么痛还敢在胸口再打人？这首歌很重要哎、欸，这首歌就是算是你今年的第一首歌，对，但它是一个很棒的开始，它做了很多很多人的唱到很多人的心里，对，虽然它是个 cover， 但这个歌真的迷人，然后有你特殊的嗓音带出来，现在有百万点击，而且很开心，就一直在那个平台上面的那个年度的排行榜上面，是不是？感谢大家，这首歌名叫做《这种迷人的危险》，迷人的危险是，然后。我们要去做一点危险的事情。好，哎、欸，我们要真的像校园那样吗？好、啊，那要先唱一段了。先唱一小段。校园要左边、右边先打完招呼。二楼朋友，我们就走过去。那个路线就从这边这样走，然后绕过去这样子。好好好，这样可以吗？我等一下你唱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先去那边等你。好, 好, 好，当你的那个托盖这样子，然后再带你过去這樣。围墙这样子。要，然后带着你。就根本没有人挡。还没有人挡吗？哎、欸，不要挡我！不要挡我！不要挡我！好，那准备了哦，我先到那边去那个等你。好，啊，你要记得来哦。好，好不好？大牌明星就自己在那边唱，喉咙一直闭眼睛。你再给我闭眼睛，你要先下来啦。好，蔡华如唱歌喽，等一下来跟大家一起玩。好笑。谁划过侧脸？我只能像朋友的体贴，想揍他一拳，更想叫他滚远。他不配站在你眼前，你的痛怎能看不见？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为什么？我说没察觉就是欺骗，我很抱歉让信赖和相爱模糊了界限。你挣扎感觉，我也难过的了解，我不配站在你眼前，你的痛怎能看不见？一起，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？为什么那么痛还敢在胸口再打人类伤悲？你在我眼中真的很特别，可惜却不在我的梦里面，还是无法解释矛盾的世界。我们暧昧的明白着，逃避的面对着，绝望的盼望着，幸福的挣扎，混乱心情翻滚着。哎，你的位置是不是？继续。哦，拍谁拍谁哈。做不了抉择，暗恋就好像越变越沉重的歌。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为什么爱会？为什么那么痛还敢在胸口再挡锐利伤悲？你在我眼中真的很特别，可惜却不在我的梦里面，还是无法解释矛盾的世界。还是无法解释矛盾的世界。谢谢。